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摩托车怎么倒在这个走廊里旁边了、啊。哎，然后我想说奇怪嘞，然后我就调阅我的监视器来看哈、啊，大概是从那个银色厢型车那一边哈、啊，然后它就是这慢慢到这边来，就到我的机车这边来。撞到以后哈、啊，大概有快两分钟哈、啊，人怎么从 Seven 那边这样慢慢走过来？有一天我是吓一跳，说奇怪，人怎么都没有下车，我以为是酒醉的在车上。一看到画面，会想到独立七月会不会有灵异事件？有没有这种联想？有啊，因为我们开车不是往前就往后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斜的一定是你方向盘有打，就好像一只狗。上车就从驾驶座就开就走了，这个现在社会怎么这样子呢？印象呢？你印象呢？